脚步声加上打击乐器，十位团员穿上各式各样的鞋子，搭配队形变化、肢体还有人声与22种大小乐器。演出委托国际知名作曲家以街头各种脚步声为灵感创作的《穿上你的鞋》。一个街上的就是本来就无厘头，就没等各种各样听歌也好啦，追逐也好，走路也好，跑步也好，那么穿着也好，来表示一个作曲家对街头观察的一些心境分享。朱宗庆打击乐团入选台湾品牌团队，在今年海内外演出160场之后，推出欢乐的冬季音乐会。圆形立体造型的乐器，团员们都昵称它叫飞碟，在音乐家巧手演奏下发出柔美清脆的旋律。这是瑞士音乐家在2000年才发明的乐器。这次冬季音乐会充满世界各地的旋律，像是这首拉丁美洲风格的《因为爱》，是朱宗庆打击乐团到多米尼加巡演时改编当地民谣的作品。竟然是到了多米尼加，中南美洲，那必须要很有打击乐的感觉，所以我把它加了一些拉丁美洲的 pattern 在里面。走遍台湾和国际的朱宗庆打击乐团，用创新的音乐曲调为冬季增添欢乐气氛。你好，欢迎收看音响世界。每年年底，一年一度的朱宗庆打击乐团冬季音乐会就要开始了。依循往例，冬季音乐会都会回到打击乐最令人欢乐、鼓舞人心的本质。我们刚刚看到各种不同的鞋子，像是靴子、高跟鞋，甚至蓝白拖都可以成为他们的乐器。我们今天很高兴邀请到两位朱团的音乐家来跟我们分享。首先是我们的首席佩金老师。你好，佩玲你好，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。还有我们焕伟老师，你好。主持人好，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。我们刚刚看到那个朱团即将要演出的冬季音乐会，你们真的太超强了，连那个蓝白拖都可以上舞台。是的，因为我们这次的冬季音乐会里面呢，有3个大主题，那其中的一个主题就是世界首演的部分。那我们邀请了2位美国的作曲家为我们写曲子。那刚看到的蓝白拖就是美国的 Paul Fowler， 他是一个很年轻的作曲家，那他就是经常跟家人在乡间小路散步，然后也经常听到街上各种不同的脚步声的这种感觉。那他觉得如果他可以把这样子的声音化成音乐，然后在舞台上展现，那他就想到说我们乐团非常的适合，因为他本身修戏剧也喜欢唱歌，那他在这个曲子里面呢，就融合了马靴啦、高跟鞋啦、蓝白拖啦，还有那种我们一般上班的公事的鞋子等等的，都一起在台上来呈现。对，所以焕伟老师穿的应该是不会是高跟鞋吗？我是穿靴子，马靴的部分。那谁穿高跟鞋跟那个蓝白拖呢？高跟鞋是小童，因为他平常也蛮常穿高跟鞋，然后走路的感觉很像。那韩志又非常的天真无邪，那他那个穿拖鞋的部分就要象征那种感觉，所以我就挑了他们几个各有代表性的个性。所以这在舞台上面有一个简单的剧情吗？因为既然是穿上了你的鞋，对，他借着各种队形的变化，比如说他其实就是一个轴心，那他有一个非常稳固的一个节拍，他在走着，然后他外圈呢再加上高跟鞋，然后再来蓝白拖，然后还有一个穿公事鞋的是红月，他其实没有特别的剧情，他只是借着他的一个设计，让大家可以听到这种有时候你是停顿的，有时候是很认真的在思考事情，可是像穿公事鞋的他呢又不小心跌倒了，所以后来他变成走路都是跛脚的哦，所以在台上你就会看到一种很特别的一种效果。是，但是这个外国的音乐家他知道台湾有蓝白拖这种拖鞋，这么特色的台湾的拖鞋，你们是怎么挑的？他其实不知道台湾有蓝白拖，那可是我们想说，基本上如果要有拖鞋很有代表性，我们台湾的蓝白拖真的是很有代表性。那我们跟他的排练呢，我就本来想说要怎么跟他排练，他远在美国，后来想我们可以透过 Skype， 然后跟他就是在这个我们的排练场，整个镜头就对着我们大家，他可以看到我们所有的队形的变化。那蓝白拖的部分，我们也是走给他看。就是听到那个声音是不是他觉得 OK 的，然后像焕伟的靴子也是，然后甚至是他也寄照片给我们，在靴子的部分他觉得这样子 OK， 所以我们就是透过这样的方式。
我觉得打击乐的音乐家，不管是作曲家或音乐家，都有一种调皮的本质，就是生活里面各种东西都可以变成乐器。是，老师们今天也带来了，这是锅子吗？对，我们要来棚内煮菜吗？没有，我们是要来打击的。对，这个锅子其实是我们这次的冬巡里面的一首曲目，叫做《好奇》。那这个好奇呢，也是作曲家他就是觉得。打击乐很新奇，它有非常多不同的元素变化，所以它在曲子里面就用了各种元素，比如说这个，还有这个怪怪管等等，都是它要用到的。那它在这个锅子呢，它事实上是融入了鼓，所以它的敲击里面是搭配了各种不同的鼓。好，我们请佩金老师帮我们示范。好，我们先听听看它的声音。它还是有音阶的，对，不同的音高，所以我们在演奏的时候就会有不同的排列组合，比如说。老师，你们家的锅子都不是拿来煮饭的齁？真的，都是拿来我们去那个市场去挑选锅子，都要敲敲看的，是要看好不好听，好听才会被我们带回家。先在我们乐团的练习室，然后拿了很多张白报纸，把它粘在一起，粘在一起，然后把整个铺在那个我们的很大的木琴，然后拿画笔。画出那个琴键，每一个一个，这样我就可以把它折一折带到国外去。